这个状态会大家会打得更兴奋一些。对，没错，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这样我看是。广东队率先拿到球权啊！欢迎大家也是收看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17-18赛季 CBA 常规赛比赛直播。这场比赛是新疆主场迎战广东，我们将对位尼克尔森。里根这边坐着往里打，好球二加一。这个广东队这个篮下应该有协防啊，这里根打这个后卫太简单了，捡了这个球。对，你看，这球是小将王鑫来到46.1%。里根呢，他也是在这个赛季成为球队也是球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得分点。周鹏这边看转换进攻，哇，立马这边一个遮天大帽送给了周鹏。对，这是他的特点。里根转换进攻的三分球漂亮。篮筐以上封盖，对，所以说，因为这种在欧常年在欧洲打球啊，协防啊，在这个。体系里还是非常的到位的。对，这边呢，新疆队是把这个阿卜杜沙拉木给拿上来了，篮板球又是一个长篮板，外围的三分球里根。现在广东队一个，其实今天在比赛当中，新疆队的对于易建联的一个防守，让易建联感到很难受。在其实第二。对，李哥这个球非常聪明哈，一看阿联这个腿是重心在上面啊，就没腿没有弯下来，所以说李哥马上一个突破，阿联会跟的会有一些吃力。是，那这样的话是2分钟的时间，48-41，一个进攻端的策略，利用立马去做一个高位的掩护，那频繁的把阿联吊出来，好球，非常高失球，投十中。这边李哥迎着防守投。但是这边是投进，这球周鹏宇还可以中距离投，是，包括空切的意识也不错。而且你看打的不是特别累，就是，这边是三加一，你看啊，外线的一记这三个分球球，进太漂亮了。利用的是孙从林的一个无球掩护。那这边周鹏虽然说是防到了，但是这球是犯规了。对，周鹏没刹住。看这球，哎，绝妙的一个抢断，好防啊！薛立江的转换进攻没有上进。有 CBA 有。以前就是个扣篮了，你看一二，这球没有。尼克尔森，这防着前都看不着后面啊！这个里根同样也是拔起来，再来一记三分球。这边新疆队这边三分球是箭如雨下啊！金蒙贴得很紧，时间快到了。对，亚当斯超远距离的三分球，篮板又是里根拿到，里根坐着往里打，打进，好球啊！上行高位的双眼，可以看到现在每次进攻都非常，好球，李哥。那这样的话，最终新疆队是在主场104-96，非常艰难的战胜了广东队，那么也是完成了复仇。Step on the land.